Hello， 今天要吃一份香辣米线，还有大泡芙。我先来一个流心的咸蛋黄泡芙吧，好酥，超级流心。满多的都是酱。酱多的都可以挖着吃。加了好多肥牛。会有点辣，中辣程度，但是好爽啊！我现在越来越能吃辣了。加了俩卤蛋。旁边还有一些白菜、木耳、玉米粒等等配菜。来口汤。里面的基础的汤底是牛骨汤，所以很鲜，又鲜又辣那种。法棍泡芙就是换了一种形式，之前是圆圆的，还变成了长方体的。没有珍珠粒，外面是可可粉。拿到了四颗珍珠。里面是千层的。
这里面酱好少啊。那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